流行音乐金榜。好的，欢迎回到全球流行音乐金榜颁奖典礼现场，我是阿关。小强马上颁发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性奖项哦。在电台的各种排行榜指标当中呢，点播排行榜绝对是歌手最在乎的一个指标。是，所以呢，根据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受欢迎的歌手，今天就要颁发这个很重要的奖项，而且用特别的方式来揭晓，对不对？到底有多特别？我们马上开始。欢迎来到马来西亚，我是 MyFM 的 Baby。 那现在在 Baby 身边的呢，就是大人小孩都爱的东宇哲。 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东宇哲，我是小东。我是阿哲。是，那把奖项送给你们。哇，恭喜你们获得这个 MyFM 的点播冠军，同时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台北小巨蛋，心情应该很兴奋吧？很紧张，对，要很开心，因为东宇哲躲猫猫这首歌可以获得大家肯定，然后要谢谢 MyFM， 要谢谢全球的那个联盟电台的支持，对，谢谢你们。那我这个奖项呢，算是东宇哲在海外的第一个奖项哦，所以很感谢大家给我们这机会，也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继续加油，在这充满梦想的躲猫猫当中，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 KZN 中文电台的冰冰姐。欢迎大家 ，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 LAKZN 中文电台，我是 DJ 冰冰，在旁边是大家最爱的罗志祥。Hello， everybody。那么在 LA 呢，其实只要呢小猪一发片，我们所有的点播留言都是一半以上都是你的歌。如果我们开放网络票选呢，会有压倒性的票数，让我们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的网络投票系统坏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虏获了 LA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心呢，这座奖项颁给我们的亚洲舞王罗志祥，是实至名归。来，小猪。Everybody listen to me. Thank you, LA fans. I love you all. Thank you, LA. I love you all. Yeah. Thank you. 谢谢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现场呢，我们一起飞往 Canada， 交给 Mary。Check it out, yo. 谢谢。黄小虎小姐，小虎姐你好。大家好。小虎姐，你去年的这一首《没那么简单》啊，在我们电台的点播率是最高，是冠军，在这里恭喜你，把奖交给你。谢谢，在这边要谢谢电台所有的 DJ， 谢谢所有的歌迷，谢谢华纳唱片，谢谢我的经纪人小萌，然后重点谢谢。谢谢小虎姐。那这个时间我们交给马田。嗨，我是马田，欢迎跟我进入 CTFM 的音乐世界。先把掌声送给郁可唯。谢谢，谢谢。可唯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这首《指望》从一打榜开始就登上了城市之音至尊金榜的冠军，而且在歌迷和听众的热力点播之下，这首歌全年在榜15周，而且有5周蝉联冠军，一定要恭喜一下！谢谢，你们喜欢《指望》吗？再次在小巨蛋领到这个听众点播冠军的奖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得奖心情。真的要谢谢大家，然后谢谢犀利人妻。那我想说在这里要谢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，还有谢谢我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和天讯传媒，谢谢大家，我会更努力的，谢谢。继续加油，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 Ken。 韩庚告诉我说这是最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姿势，你有骗我吗？没有，其实这个姿势看起来怪怪的。不，我其实给大家看到半张脸，就是很 international 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Radio 1003的 Ken， 我身边这位他是谁？大家好，我是韩庚。哎，
上个星期在新加坡刚刚颁了年度金曲奖，今天在现场又要颁这个奖给你，我真的非常的开心。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，是是是，这首歌曲 International 真的是去到 International 对不对？哎，感觉怎么样？其实很感谢这首歌的音乐制作人，还有我的团队的工作人员，能出了一个这么好的音乐，也很谢谢大家对我这张音乐、这张专辑的支持和关注。其实我感谢，很感谢大家的。是，好，接下来呢，马上要飞到中国那边去，不过呢，要飞到那边去要去 international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需要你的帮助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大家的帮助。I'm going international, international.International. 那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的 Music Radio 的点播冠军，就是我身边这位帅气的实力唱将张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杰，你们好。哎，张杰的歌曲呢，《这就是爱》呢，是入围到了我们的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十周，在我们的中国 Top 排行榜当中是九周冠军，非常厉害。那么以下呢，张杰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，好不好？我特别的开心，然后呢，非常谢谢所有点播我歌曲的听众朋友，然后谢谢所有的电台的 DJ， 特别呢，谢谢我的公司天娱传媒，特别是我的歌迷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张杰，下面我们交给 Dennis。蔡依林还有保镖罗志祥。蔡依林，你去年的概念专辑空降了 Hit FM 的中文排行榜冠军。你的美人计是 Hit FM 年度白首单曲冠军，这个奖实至名归。当然在你的保镖的保护之下，请你发表一下你今天现在的心情，好不好？非常谢谢 Hit FM， 然后谢谢所有喜欢 Voguing， 然后喜欢美人计的歌迷，然后这奖帮我拿一下。然后要谢谢小猪，谢谢。当然，这位来自洛 LA 的保镖，要不要发表一下保镖感言呢？我今天来保护蔡依林安全，谁都不能靠近她。请给九令还有保镖罗志祥热情的掌声。谢谢。接下来呢 ，Dennis、罗志祥还有蔡依林，马上为你送上的是 CDFM 的年度点播单曲冠军，欢迎非常犀利的郁可唯。耶。怕被拒绝，怕不怕被失约，你怕不怕被沦落在宿命中妥协，当真爱宣告从决，骄傲的玫瑰正一片一片枯萎，尽管你抱歉忏悔，真心一旦坠跌就不能飞，别指望我谅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，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，心碎到终点会因人而解，别指望我谅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注定要甜你的缺，太多的是非来不及杜绝，更不想依恋这残缺的美，残缺的余晖。
怕被拒绝，怕不怕被失恋？你怕不怕被沦落在宿命中妥协？当真爱宣告从决，骄傲的玫瑰绽一片一片枯萎，尽管你抱歉忏悔，真心一旦坠跌就不能飞。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年后就能挽回，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，心碎到终点会因人而解。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注定要甜蜜的缺，太多的是非来不及杜绝，跟不上一念这残缺的美，残缺的余晖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